嫌犯在地下室被警方逮个正着，看见警方上门，他们担心的是楼上租屋处理放着的毒胶囊。喵喵吗？ 果然，警方搜出这一颗颗新型毒品 Magic 胶囊，号称药效非凡。一颗胶囊抵过10包毒咖啡包，但小小一颗毒性可是相当惊人，里面混合安非他命、超级摇头丸、三级毒品喵喵和K他命等至少混了4种毒品。贩毒集团还强调吃了会触发大脑神经元，标榜飘飘欲仙进入奇幻新世界，但这些当然都只是噱头，因为吃了可能还来不及嗨，就已经先休克死亡。 按着我的条子，没想到他回答答案竟然是随他高兴，怎么调就怎么调。一颗胶囊里面啊，有含哪种哪几种毒品，根本都不知道。相互交乘下的结果，会导致啊我们脑中枢神经的混乱、痉挛，哦，最后甚至死亡。 贩毒的主嫌和共犯落网之后，都说毒性太强，自己也不敢吃，就怕消命不保。警方也发现，嫌犯已出租套房当做西药房，在里头配置毒胶囊，接着拿到双北的夜店和酒店贩售。更看准暑假，锁定年轻族群，半年下来不法获利共超过400万。租用综合地区的套房来当做西药房，那也把自己当做药剂师啊，就在这个出租的套房里面啊来配药。 然而，恐怖的Magic胶囊混4种毒品，其中的超级摇头丸，光一年就造成全台93人死亡。竹联帮成员开毒品西药房，自创毒胶囊贩售，下场就是被关进牢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，买这个就对了，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，然后呢，是你烫青菜加一瓢这个，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瓢，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。好，现在哪里购买呢？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。